想到我蒙对了，王爷，您是纣王的后裔。哎呦，太妙了！那纣王就再赏你10万两花银。谢谢纣王，谢谢纣王。再是妲己呢？别猴急猴急的，这戏嘛，一出一出的唱。你最好别让我等太久。明白。明白。昨天那个妈妈怎么了？被关在密牢里了，半夜里还听到她叫呢。为什么？听说是混进来找她儿媳妇的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他儿子也被抓进来了，真逗。边被送进密牢边喊美娘美娘，我的夫人，哪有把妓女叫夫人的。再说一遍。今晚会很有意思，该来的都来了，你只要以我所为，谁也奈何不了你。好了，好戏开场了。诸位侯爷、王爷、公子们，今儿啊，是我们燕香阁的花魁姑娘，长安城的绝代佳人，再世妲己与再世纣王千年姻缘今夜缘的大喜日子，我们燕香阁呀准备了特别的节目，请诸位同庆共赏。你出场了，瞧把我们娘娘给急的。娘娘着急，这本王啊更着急。不演了不演了。纣王，这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呢。谁啊？摸一口啊。是你说的对，还是我们四公子说的对，周文王的大公子博弈考，好玩吗？那可是妲己娘娘真正的情人，您呢是霸占人家的，怎么样，够不够刺激啊？本王啊，还就喜欢霸来的，够刺激。再博弈考，快呀，走走。美娘，美娘，美娘，我是你的夫君啊！美娘，美娘，这我的夫人，美娘，干什么？做鬼！过来，美娘，过来，跪！干什么？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大胆！反了！反了！纣王，你看把他怎么处置的？美娘，在戏文里头啊，是剁了肉酱做肉饼子，烙不烙？烙。娘娘，娘娘来了！上上！住手！这三位仙女凑热闹，你们还真玩上瘾了。不过今天倒是少了一个大人物在场，李干，李干这个老东西在哪儿啊？
孽障！你太嚣张了吧！你真以为治不了你？你太孙子了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纣王的后裔，我在替你报仇呢！不，我不是纣王后裔，我不是。功过自有历史可以评定，恩怨也可以即刻消除。你以为仇可以报了吗？报仇者，最终毁灭的是自己。你怕毁灭，我却在毁灭中永存。休想！你虽是我的心，我却容不得你，因为你和当年的纣王没有什么两样。他是魔，你也是魔。你呢？当年纣王要借你的心，你就借给了他。你怎么不杀了他？因为你是个懦夫。杀了他！有种你来呀，你来杀我呀！再借你一次心啊！你杀呀！你杀呀！你杀呀！东魁奉天！等等！不要伤害我夫人！就因为我这张美丽的脸吗？啊，美娘！哎，老三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恶魔，天师，你还等什么？你杀了我吧，让我和他一起同归于尽。美娘，美娘，多谢天师，告辞。夫君。为夫带你回家。